我们内蒙古的蒙古包子你们吃过吗？跟小笼包子是完全不一样啊。哥，我来帮你吧。先洗洗手。你在这喝什么茶还不过去帮忙？哦，你咋不去？我在这儿喝点茶。哥，我帮你和面。行。做蒙古包子呀，这个羊后腿肉切成丁。哥，这面软硬行吗？我看，行，行，挺好的。好了，洗洗面。啊，那个就在那儿洗面吧。嗯，我这也快切完了。来点十三香，家乡的细粒盐，再来点酱油，再来点水。好了，好了，面也挺好了。正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包了。来了，包的挺漂亮呀。给老婆擀皮吧。行，你擀。嗯，来，好。这个跟小笼包子不一样吧？这个是死面的，小笼包子是糊，那个发面的啊。哎，放一个嘎拉哈。这个嘎拉哈一会儿你们谁吃着，我送你们一个羊。真的假的，哥？那么好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么好？啊、嗯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们赶紧去喝茶去吧。这个我得放别的地方。好嘞，这个蒙古包子你们期待吗？蒸20分钟就熟了啊。小笼包子都吃过吧？我们内蒙古的蒙古包子你们吃过吗？开这儿。哇，这个是死面的啊，不是发面的。出锅吧，这个香呀。好嘞，还有一屉呢，这底下。哎，哇呀，这包子太有食欲了，看着啊，嗯，看着就想吃呀。这里边有一个包嘎拉哈的包子呢啊，一会儿谁吃到给你们送一个羊。那可我得多吃点，嗯，我最爱吃这个了。好嘞，拿走吧，吃包子去了。来来来，快坐下吧。这包子味儿香不香？太香了，满草原飘都是蒙古包子的香味儿啊！快快快，吃吧！刚才我这个带嘎拉哈那个我都不认识了，不知道是哪个。吃蒙古包子咬个小眼儿啊，然后把这个汤，你看见这个汤吗？你们想知道做法的话，可以看上一个视频啊。嗯，这里面都是肉丁，羊后腿肉，就搁了一点简单的调料，放了一点葱，这就是我们内蒙古的蒙古包子啊。
饿了你可得慢点咬牙，你干了哈那硬啊，别把牙崩掉了。嗯，喝喝这个灌汤包、嗯、啊，嗯，哎，这个也可以蘸点韭菜花啊，这韭菜花一蘸呀，这包子味道又翻好几倍呀。嗯，特别好吃，我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蒙古包子。看这个汤，哎呀，啊，来口汤，多吃点啊，嗯嗯，可够咱们四个吃了。饿了你慢点吃。哎哎呀，这小子，嗯啊啊，我吃这个哥。哎呀，一会儿给你抓只羊。好。哎呀，这小子运气可以啊。嗯，看这汤，哇，再来个大蒜，来，一人先来一杯酸奶。给朵兰，嗯，来，干一杯。你们想不想吃我们内蒙古的蒙古包子呀？朋友们，点个关注。